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近日公布了调查结果，认定云南曲靖非法倾倒各渣是一起影响人畜饮水安全的严重事件。如果从云南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化工厂1989年开始生产算起，在南盘江边各渣堆放时间已经超过20年，各污染对人体健康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损害？正常成人身体约含各6到7毫克，在体内分布很广，三价铬是人体的必需微量元素之一，参与人体糖和脂肪代谢，对人体的健康有着重要的生理功能。铬缺乏导致葡萄糖耐量降低，生长发育不良，血清胆固醇水平升高等不良影响。早在上世纪30年代，德国、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学者进行的流行性病学调查显示，长期接触六价铬化合物的人群患口腔炎、齿龈炎、皮肤铬溃疡及肺癌等疾病的概率高于一般人群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六价铬化合物在体内具有致癌作用，但研究结果表明其致癌作用只发生在特定部位，例如局限于肺和鼻腔，而且需要较高的暴露量。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环境学系的研究结果表明，经口腔摄入六价铬，约有10%会被机体吸收，被人体吸收的六价铬约有10%可能在人体内停留达5年之久。它重金属污染呢，就是它随着距离的一个增加，它的那个影响会越来越小，主要是吸湿作用啊，还有一些环境的净化作用。一般来说，像这种就是假如是近距离，就200-300公里以内呢，影响是比较大。但多了。接下来请观赏《古井贡酒特约之锵锵三人行》。